这里是 Saudi.com， 如果你也想分享世界、改变世界，请与我们联系。玉佛本尊。我刚刚看到一个穿背带裤的，就感觉超级玛丽亚。对对对。然后看那个大叔穿了个背带裤，也是自己在搞自己的院子里。嗯，是。你知道吗，他们这里的这个就是所有这些房子呀、你可以有两种形式，你可以去买那种房地产开发商这个建的这个房子，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去先买地，然后你自己去雇一个这个设计师团队和建筑团队，然后来盖这个房子。如果是买政府的这种如果买政府的不是政府的买开发商的那种那个房子的话呢，它就会便宜一点、但是呢它的这种可塑性就没有这么强，你就没有办法去加很多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对，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你都需要把你的房子你的整个这种外观啊内部结构设计好了以后送交政府部门审批获得批准。这内部结构也要吗？也要，都要。才能周期长吗？审批的周期长吗？我没问题。可以问。主要什么事情先问？Peter, about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how long is the time when after you send the painting and then get the permission? How long is the time? Oh, I don't have any idea to be honest. 他不知道。But at least 4 weeks.至少一个月。4 to 6 weeks, 那就很快了。至少Currently, I don't know. But, okay, 就上个月是刚的。That's enough. 好，我现在要去享用面包了。哎，我好想吃那个芝士。他准备了茶和咖啡。然后呢？镜头给你。我就可以听懂说 coffee, milk, sugar,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很清楚了，所以我现在要去喝了。这就是他们早餐，有茶、酱。其实每天早上他骑自行车过去把面包买回来，只需要花也就是几小几块钱，买一大堆。省了一大堆，其实物价不高了。他之前就讲了，他们东西便宜。但是其实这一大堆换算成人民币也要70-80。不能换人民币。不能换人民币，你收入就是。中国现在面包店你买这些也要70-80。对啊。还不止。还七八买不到，70-80。我看他那边就是6毛多欧元，你看。对啊。我们在国内起码都是6-7块。现在很多都是10几块一个面包。是吧？嗯。哎，我很不穿油。对啊。Take a seat, come on. 坐吧。坐吧。对。那你们坐这，你们坐。来。他把鸡蛋煮好了，放到这样的篮子里，然后就可以保温。秋梨，这边有一个灯。好。我们总共有5个人。好可爱啊！cute。It's a little awkward。他们要把面包放到那样的小袋子里，就是就是德国绅士招待我们的早餐，招待了我们晚餐的 gentlemen。We are telling 家务活都是男人干，对，家务活都是。You are such a gentleman. Gentleman. That's nice. 我们要拍下来之后回去给中国的男士看，教育他们要多做家务。你要翻译成英文和到时候。对，翻成英文。Video, we will take this video, and broadcast in China to teach Chinese men how to be a gentleman. It's not so good for the men. Because when we come to China, Cai is always asked, does he beat you?他说你们是觉得我很好，但是你去中国的话，他女儿就是那个嘉义，就会总是说，你看那个男的，他一下就可以把你打倒。I always say, yes, 每天我打他。每天我打他，我打他。好的。他这个袋子他们要怎么处理？他们要回收吧。Can use again? No, normally not. If something is left, then we can use it. Oh. Yeah.
来吧，吃。这是普通德国人日常，日常早晨。You would like coffee or what do you like to drink? Coffee. Coffee. 哦，就喝咖啡。Okay. Okay. 你们觉得每天早上有咖啡、有果汁、有那么多面包，这样子身体也很好。He would like to drink tea or water or tea. You like? Tea. Okay. Coffee. I would like coffee. Yes.所以到一个地方有当地人招待，真是太幸福了。对，我再拿点牛奶吧。牛奶，这有。奶茶。好。是啊，当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很清楚。你在景点游是永远了解不了的。哇，这么多包。好多哦，我以为他应该是每一种都买了一个。好讲究啊，你不觉得他们因为时间很宽裕，所以把生活过得都好美好的呀？就每天是周末。对啊。主要也方便，购物啊，干什么的，就在身边。环境好漂亮。对。就你到一个干净的地方，你也不忍心破坏它。没有城管，没有小偷，没有乞丐，是吧？没有乱摆卖，对吧？没有诈骗犯。是吧？没有骚扰电话。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心态也都很，对吧？平和，就是啊。国内的骚扰电话，没有政府官员，没有贪污腐败，没有 KTV， 没有歌舞厅，你想吗？也没有烧烤，也蛮无聊的。但是烧烤可以加那事儿。他们可以自己考虑。对啊。反正还当 breakfast。OK。这个面包脆脆的。还没有甜味，我尝一口，脆脆的没有甜味。I don't know how you would like to eat your egg with a spoon or also. Oh. I know. 这是神奇的。In China, you don't use a spoon for egg. Yeah, we don't. 你吃这个。我要吃我的。都不甜哎。这个甜。这不是甜的。我感觉我吃。挺香的。嗯，很香。但是不甜。你做完了吧？最早的吃法。上班呢。But you know you get pants from them from this one. Baba. Makes a bit fat, so. Oh, so fine. Sometimes you have enjoyed, even it makes fat. What breakfast do you like to have in China? In China, it's difficult to say. I like to go outside and take some, I don't know, egg, so, I forgot the name. you can express egg and rice or something. Yeah, so. Oh. Yeah.什么？这是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哎呀呀呀呀呀，爱爱吃煎饼果子，对的，这是种。So I don't know the name. So 煎饼果子。I like it well. Me and some noodles. Normally, in China, we'll have dumpling noodles. Dumpling I like. Dumpling you like? Dumpling I like. And some.Pancakes with meat, vegetables, eggs,
This I don't like. And some sauces, this you don't like. The 包子。包子 because always a surprise for me what is inside. 要把这个肉放在包里，然后开始吃。我也想试一下。经典吃法，啊，来这儿还有一个，你可以。太多了。我们俩一人分一半。好。有点可以。我来发福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粉色绵羊，那是我的自由品牌，我已经做它10年了。如果你在上面看到喜欢的东西呢，下单的时候一定记得备注我去看世界，因为呢我们会随单赠送你2顶帽子，让你可以和爱人带上它去旅行。现在呢你可以在天猫搜索粉色绵羊，或者直接访问帽子.com，都很容易找到的。我们的环球旅行纪录片《我去看世界》每周1、3、5更新，有任何疑问欢迎来微信公众号留言，下期视频解答。我咬咬看要不要。好。中毒了怎么办？没事，我给你留下最后的影像呢。是满地。真是满地啊，生的。好涩呀，它不是自然掉下来的果实吗？怎么还这么涩？不会中毒吧？